警方查缉人员在严密监视市场动态的时候，先是在高雄市的大顺街27号查获了囤积的大批物品，包括各种牌子的洗衣粉600多箱、酱油80几打、花瓜11箱和各种牌子的奶粉多箱。这些日用品都是昌邑行的老板庄轩所有，他是一个经营汽水和糖果的商人。